手。团圆两个字，一聚一会，多多借口嘅就系错，只有翻屋企食饭嘅正系啱嘅，系咪咁话？自从我的孩子长大后，很久没有回家吃饭了。真的？有了女朋友没有啊？没有。这么大个孩子没有女朋友？你可以不要讲了吗？我拿水泼你啊！我啊，煮饭煮了30多年，老了。可是他每天在外面打打杀杀，都不知道为了什么。你打脸，我靠脸吃饭，不要打脸。我好像没丢杯哇，可是好功夫叫啥名啊？叶问，帮我带他回来。我跟你讲哈，要救人就快点动手了哈，啊，还要回家吃团圆饭了哈。爸爸，快点救我，我要吃炸酱面。李三，你在钢蹦的爸爸都希望你能回家过年，都没有这团年，还贴什么？救命啊！我是从小看着我爹派红包长大的，听到最多的就是恭喜发财。在我爹身上，我看到的不是钱，是义。我是一代宗師的傳人，一代宗師。